轻量化的车身主打女性客群，中华汽车推出第一台交换电池的电动机车，采用的正是 Gogoro 的 PBGN 能源交换系统，成为台湾市场中少数同时提供充电跟换电式的电动机车品牌。现在不同车型可分别对应快充、便利加充与换电三大能源系统，而未来 eMoving 也将持续将换电、充电是互补的策略方向进行。随着台湾电动机车市场竞争白热化，机车大厂光阳近期则推出换电夜间服务，消费者只要透过手机 APP 操作，服务人员就会在指定时间帮用户换好满格电池，成为全球首创的个人化专属送电服务。其实不需要在厂作息，不需要改变，爱车就能够自动满电，骑士还能够以订阅的方式让专人利用骑士每天晚上在家就寝的时间，为骑士的爱车进行电池交换，是机车产业电动化的下一个革命。电动机车发展的一大关键就是充电跟换电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即时需求。根据台湾智慧移动产业协会的交叉分析显示，指其燃油机车的消费者中有高达近70%的民众在未来汰换车时考虑更换电动机车，更让市场看好电动机车未来的发展潜力。新唐人亚太电视高正伦、赵廷玉，台湾台北报道。